的船，那些伤痕好痛，没得了，永远不再伤痕好痛，消失了，父亲的船，心碎的忘在河滩，没得了，失去的回忆，欠他谁能归还，消失了。三娃子落雨了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我的穿搭非常奇怪呢？现在在重庆火炉穿上了羽绒外套，没有错，我们现在在五龙准备要来看张艺谋导演的《印象五龙》，超兴奋的。经过好的
这耗子一直在这儿，在这条江上，在我们的岁月里，在这座大山里。您是见证者，我们已经记录下您的面庞，您更是传承人。